泡沫。帕姆才不会这么做呢，不许你这么说帕姆。虎克想邀请帕姆到盘岩镇来玩，但虎克刚知道帕姆不能下列车，帕姆不能一起大冒险了。荣誉队员说的对，帕姆会和你们一起冒险。那虎克就特批帕姆为鼹鼠党的荣誉队员吧。答应我，荣誉队员大姐姐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荣誉队员帕姆，不然我就拿你问世。哦，不对，拿你试问。